大家好，我是陈龙。国家地理环保英雄甄选活动已经拉开序幕。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有与众不同的发明，或者是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我们都欢迎你的加入。此次甄选活动将关注环境生态、食品安全、绿色产品三个方向，分为两个组别，社会创新组面向环保机构、各大高校等单位或专业个人，未来之星组面向心系环保事业的个人。只要你对环保充满热忱，设计够创意、够有趣、够环保，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环保英雄纪录片主角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寻找下一个环保英雄。Beautiful, huh?